敢干，合作吗？我已经不敢了，戒销了，我觉得。我真是自讨苦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呢是我这个 vlog 的第二期，然后为什么在这里呢？就是我跟安丹一直策划说要出一期 vlog， 是我做菜，我做一顿菜，然后刚刚非常自信的让他买菜的时候，我点了四个菜，就是一个炒饭，一个番茄肥牛汤，一个可乐鸡翅，一个什么来着？我还点了个什么来着？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鸡蛋黄瓜。对，现在就是等菜到了，我就可以开始做了。但是我什么都不会。我争取吧，争取不太难吃，我会全吃掉的。我做过饭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我需要拿笔记一下，我下去等趁饭还没到的时候，我先把这些菜怎么做的先记在小本本上，一会儿我就贴在这里，边看边做就好了，一会儿见。好了，我已经写完了我的四个菜的教程，我现在来找一个地方贴一下。哎，我贴这儿会不会看不见呢？哦，我的菜来了，我看啊，还行，这是牛肉炒饭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快递来了。啊，这是快递啊。鸡蛋黄瓜放这，可乐鸡翅放这，汤放这，漂亮。现在就要等我的菜来了。那就可以做了。我好像要先腌两个东西，腌一个鸡翅和一个牛肉。是的，一会儿见。你要过来加一个鸡味吗？我来加鸡味。你要加一个鸡味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先拍着呗，我在旁边看着。你会紧张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不管做的有多难吃，你要吃掉。那我们少做几个菜吧。反了。哎，把这里扣紧一点。好，我站起来了。我先腌一下鸡翅。牛肉你要腌吗？牛肉要。你先把要腌的腌了，然后就洗菜切菜，等所有都准备好了以后你再烧。哎呀，怎么还要播这个？啊，冰冻鸡翅。你要先给它解冻，用水给它泡一下吧。你是想要玉米粒是吧？对啊，家里有啊。家里有玉米粒啊。嗯，家里也要准备。但没关系，这个用热水煮就好了。这个要焯水的。怎么做吧？我已经不想做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外面呢，天还是亮的。或许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，我们能吃上今天的晚饭吧。我就一个机位啊，这么可怜。你现在你这洗菜有什么好看的？成这样。你像格子，等会儿，你像格子袋子，然后拿个盆，像那个用放盆水，把这个放进去。这不是盆吗？这不是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那个太小了，你用这个吧，这里有个大的。哇，太冰了！还没开始，我已经不想干了。哎，你不是要帮我煮饭了吗？不着急，饭一会儿就煮好了。你这做菜起码得几个小时。我今天是吃夜宵。
焦了，我觉得。我要腌制牛肉了。牛肉怎么腌制来着？在哪儿？生姜什么？生姜两片，两片多少？一半可以吗？两片，你还随便切，他说两片，你爱切多少切多少。生抽，生抽一勺，生抽一勺。白糖在哪里？哪个？白糖左边这个。哎，到了考验你的时候，你猜猜是两个哪个是白糖？左边这个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是个成年人，糖和盐，我分不清楚吗？料酒一勺。料酒一勺。哎呦，要多少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这样。咸死算了。胡椒粉，花椒粉，哎，白胡椒，花椒粉是哪个？没有，没有花椒粉。那用什么？胡椒粉。用白胡椒粉呗。白胡椒粉。黑胡椒粉也行。哎呀，不一定要跟人家那菜谱上一模一样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哎呦呦。要用手抓吗？嗯，手抓。哎，我就不用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好，腌着去吧。你要拿到这来看一下呀，像模像样。那我先把黄瓜切了吧，黄瓜。不会切黄瓜，切片啊，斜着切。我先把这个斜着切。会吗？我教你这样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像这样子。看看我放的黄瓜，我是噔噔打一下鸡蛋，鸡蛋里面可以放点盐，单手打蛋来。瞎做，今天是啊，我现在来腌制鸡翅。鸡翅在哪儿？哎，怎么这么远？啊，一勺老抽，一勺老抽，哎，是老抽吗？咋这个色儿啊？生的呀。啊，是老抽吧？我没写错呀。对啊，你是用生抽盐的？一般都是用料酒加点生抽盐一下，可能是上色好看吧。Lucy， 你出去，出去，快，快快快出去！哎呦！你干嘛？你脏死了你！病了。哪两刀？哎呀，土豆丁，嗯，
醋刀在哪儿呢？哎，我真是自讨苦吃。你没有拍，我这真是稀碎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土豆丁。天啊，这不是很正常？你有没有做过？哇，就这样吧，我觉得。没关系，只要做的好吃就行。切菜好不好看无所谓，其实我也不咋会切菜。哇，这个时候你还谦虚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不是安慰你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先吃点东西垫一垫。怎么了？觉得今天晚上吃不到我做的饭了是吗？吃得到，就是有点晚罢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这个放冰箱。这鸡蛋也不要了是吧？嗯，不要了。土豆丁。你土豆是跟肥牛一起是吧？呀、yeah.。那个是不是也要焯水啊？哪个？玉米粒。嗯，对，玉米粒和青豆。你现在啊，把这个砂锅里面装点水，然后把这个玉米粒青豆放在里面焯水。我感觉这一期可以剪个上下。太久了吧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下期再见吧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拜拜。